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HE9 的喻言。把你手割破了呀！我最近没有办法碰尖锐的物品，我只要碰尖锐的物品就一定会受伤。网感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大家都挺强的，大家都挺强的意思就是大家总是会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，就是你现在说网感，我不知道啥意思。那跟我就是解释一下，就很多缩写啊，包括一些什么英文的那个开头，你知道吗？就总是用英文开头。最近的小愿望，小愿望就是可以有新的舞台。他们是我爱的人，他们不是动物，我不会形容，这题跳过。动物形容自己吗？我不能做个人吗？我为什么要选动物？那狮子吧，因为我的头发总是炸起来。口头禅，你有毒啊？好像是这个。截图，就是记一些事情，记录一些东西，或者记录哪个牌子，或者怎么样，截图吧，应该是。也不是说是挑战吧，其实因为我几乎是什么颜色都染过了。我最近比较想尝试的发色是米白色。最中二的网名，我的微信名一直都是一样的，对，就是一直没有换过。我不知道哎，我真不知道，就是我觉得我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吧。我是THE9的喻言，欢迎大家关注新微九月刊。